在第一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羽毛球的基本技术，在第二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具体的训练手段及措施，有利于大家的熟练和提高。在这一集，也就是第三集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些羽毛球的战术、小技巧及双打配合和一些身体训练的辅助练习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羽毛球的战术。羽毛球的战术在羽毛球比赛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有扎实的基本功、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外，良好的技术战术的运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。战术就因为它有多种组合、千变万化，所以羽毛球的比赛才会变得非常的精彩、引人入胜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一种战术，拉开出击。拉开出击也就顾名思义，就是拉开对方的位置以后寻找机会下压突击，来寻求得分的手段。好，下面请看示范。拉开突击是指用高球、吊球来拉开对手，当对手不能及时回到场地中间或失去重心时，抓对手的弱点和空当进行有效的突击。吊往前，打直线高远球，再用斜线平高球拉开对方，最后杀小斜线得分。第二种就是下压强网，也就是说，通过对方发高球以后，马上争取下压。下压的目的不是马上争取得分，而是通过下压以后争取往前的主动，来争取下一拍的主动进攻。下压强网是以杀掉进攻为主，迫使对方在被动的情况下把球回到网前，然后快速上网，用搓、推、勾、扑等技术手段赢取主动。杀球，上网搓短球，杀球后上网勾对角，压后铲。压后铲就是通过压对方的两底线，造成对方往前出现漏洞，来控制往前，采取主动。压后场是指重复使用平高球压住对手的两底线，使对手回球不到位或回球质量不高时，把球攻到对手的空当。接发球回对方正手底线高远球，再用平高球连续压对方反手底线。最后杀直线得分。
反手，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战术，也就是说压对方的头顶区，可以通过调动对方的位置，比如说先调动对方上网，暴露对方的后场的空档以后，通过抓对方的头顶区，迫使对方出反手，这样子通过对方回球不到位，争取下一拍的主动进攻。发网前平球，飘球到对方反手后场，杀对方正手位得分。发球抢攻，这也是一种很常用的战术。当自己在打比赛过程当中遇到不顺了，或者说对方的分数一直往上走，这时候用发球抢攻来打乱对方的战术和步骤。发球抢攻可以通过发网前、发追身球或者发平球来不同的角度来促使对方，造成对方出球质量不高，而破坏对方的这个节奏。发球抢攻是指以发球创造进攻的机会，通常是以发网前球和平球相结合，创造第三拍的主动进攻机会。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球的质量，特别要注意判断对方的来球，争取第三拍的主动，这样才能有最佳的效果。发网前平球，杀对方正手空当得分。发平球，杀对方反手空当得分。发平球，用滑板吊对方往前得分。杀中路也是一种战术，也就是说通过拉开对方的四个点，趁对方防备不足的情况下攻他的中路，也就是说追身球。杀中路，先拉开对方寻找时机，突然杀追身球打击对方。接发球，用高远球压对方正手背，再用高远球压住对方反手背，最后杀中路得分。接发球，用高远球压对方正手背，搓短球到对方正手网前，杀追身球得分。超高刚性碳纤维结构加航空钛构架，结实轻巧，独特的把握结构，
征战海内外，完美的品质保障，超越平凡，铸就辉煌，掌握威克多，掌握胜利。威克多渔网运动产品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羽毛球的一些小技巧。通常里有些朋友会问到，我们在电视转播的时候看见有些队员打的球既不像杀球又不像吊球，老师问我们那叫什么球。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那叫点杀，或者可以叫劈杀。点杀的特点就是突变能力强，也就是说在瞬间的时候靠小臂和手腕的抖动直接击球，所以这样的球过去呢不像杀球那么重，但是呢比吊球的速度又要快，所以一般的落点比吊球要稍微长一点，比接杀的这个落点呢又要稍微近一点，这就是点杀。在拉开对方的位置以后采用点杀，可以起到一个变速的作用。当对方的回球不到位时，突然起跳，以小臂和手腕向下压，动作小，闪腕快，将球点杀到对方场内，使对方措手不及。点杀斜线到对方反手位边线难度更大，杀伤力也更大。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滑板的吊球和杀球。滑板很多的时候用在头顶区，利用身体的转动，也就是说你想打头顶的对角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向对方的直线去转动，最后靠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靠手腕手臂转拍面去接触这个球，给对方造成一个迷惑，就是以为你要打直线，实际上你是吊对角。那么相同的，你在跟对方成直线的时候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朝对方的斜线转，最后在击球的一瞬间靠拍面的变化来打直线，这叫滑板的吊球和杀球。在后场杀球吊球时，在击球的一刹那拍面向另一个方向抹，使身体的方向和出球的方向相反，造成对手判断失误。如果运用得当，这是一种很好的得分手段。这是滑板吊斜线。这是滑板杀斜线。这是滑板吊直线。
这是滑板杀直线。怎么样做假动作？这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。是的，在打球的过程当中，尤其在网前，如果假动作运用得好，对对方能够造成很大的威胁，也有时候甚至能够直接得分。但是在网前的假动作相对来讲要求比较高。首先，你击球的时间一定要充足，也就是说一定要脚步先到位，在手上能够腾出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假动作。等你球如果离球拍面已经很近了，你再想做假动作已经来不及了。假动作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你做出向后击球的这个动作，但在最后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，实际上把球是挡在了网前，这样造成对方的判断错误，可以直接得分。跟刚才说的正好是相反的动作，就是说你做出动作让对方感觉你是轻轻的要挡网，等对方已经启动想上前跑的时候，突然你把球短时的发力推到后场去，这也是网前的假动作之一。网前假动作放网，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，当你要做假动作的时候，击球点一定要高，好像很用力的样子，像是准备挑后场，然后把球轻轻挡在网前，挡球的时候拍面稍后仰，突然减力击球，使球轻轻飞过网。往前假动作勾对角，往前假动作勾对角，急步上网，像是要搓直线球，突然翻腕勾球，使球沿斜线飞落对方网前。那么后场的假动作呢，实际上跟网前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想打对方的后场，你就做出准备轻吊的这种动作，然后在击球的瞬间的时候突然爆发，短时爆发，这样子能够把球打到后场。后场平高球的假动作，后场起跳拉平高球时有一个停顿的动作，然后再将球击出，使对方误以为你要杀球或吊球，从而重心向前移动，造成判断失误。以上介绍的这些假动作要在熟练各项基本技术的基础上再进行训练。
在前面战术的运用当中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攻中路球，那么怎么样接好这个中路球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。经常有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对方球冲着自己身体来的时候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么样打，实际上这个办法很简单，也就是说当对方球攻你的中路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去打，只要把身体向旁边向右移一步，或者靠近这边的时候向左这么移一步的时候，就把位置腾出来了。所以准备的时候一定要充分，当球迎面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去接球，一定要把身体侧出来挡开来接中路球。接中路球，也就是追身球时，首先准备要充分，然后把身体让开击球。用正手接追身球时，右脚后撤，向右转身击球。用反手接追身球时，左脚后撤，向左转身击球。当来球很快很突然地向你身体击来时，你可以从胯下或者将球拍从身后绕到左边打。当来球打到底线，而你又来不及时，可以跑到底线，背对球网将球击出。以上介绍的只是一些带游戏性的花招动作，供大家娱乐。在激烈的比赛中，偶尔也能看到高手们在情急之中运用。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打的配合及一些双打的战术。在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双打的基本技术，那么在这里呢，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打的配合。双打的配合主要有站位和轮转。站位基本上是一种固定的站位，其中包括发球站位、接发球站位和进攻的站位以及防守的站位。下面请大家看一下示范。双打发球时，站位是一前一后，后面的人和前面的人稍微错开一些，这样有利于接第三拍。
接发球时，两人各站半场，做好接发球的准备。进攻时要前后站位，后场的人杀掉，往前的人举拍封网。防守时要分两边平行站位，中路的球由呈小对角的人接或正手人接。双打配合当中的轮转，也就是说位置的轮转，谁在前谁在后，相对来讲每一对双打的配对都有自己一定的这个模式。那么总的来说，双打的转位有以下这些方法。双方的轮位可以从左向右轮转，也可以从右向左轮转，主要是看两个人的习惯而定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打比赛中的战术运用。这个战术运用跟配合一样，在双打比赛中要想取得胜利都非常的关键。两个人一定要配合默契，也就是说运用什么样的战术，两个人要一致。那在双打比赛当中有不同的战术，比如攻人战术，当发现对方的两名选手技术水平不一，也就是说某一个对手比较弱的时候，可以集中的攻某一个人，这叫攻人战术。对手中肯定有一人相对来说稍弱一些，失误多些，我们就攻弱的对手，这就是攻人战术。攻直线也有点跟攻人战术有点类似，也就是说在我方队员采取进攻的时候，前面封网的队员有意识的封直线，这样子呢，采用攻直线的战术，前面的队员有意识的去封直线，来作为
得分的手段。攻直线，在进攻当中，杀球的路线和落点都以直线为主，往前的同伴同样要封直线。另外还有就是在战术比赛当中的攻中路，因为对方在防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相对来讲中路的球分工不会特别明确，所以这个时候通过攻中路造成对方的配合上的失误，来争取我方的主动。在进攻时把球攻到中路，这样可以造成对方两人抢球或者漏球，从而降低防守质量。攻中路还有利于同伴在往前封网。在防守的时候可以通过挑对方的两底线，也就是说让某一个对手在后场两边的移动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寻找手中反攻的机会。两人分别用挑后场技术将球始终压在对方两边底线附近，迫使对方回球质量下降。说到手中反攻，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战术，也就是说当对方进攻我方处于防守的位置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老是守下去，采取一种被动的防守。防守也有主动的防守，也就是说通过主动的有意识的抓对方的来球来扭转自己的局面，由被动转为主动，及时的抓住机会手中反攻。手中反攻，在防守中回球不断变线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对方，从中找出手中反攻的机会。
在双打的发球当中，有时候也可以采用假动作的偷发后铲，也就是说你做出发短球的动作，完了在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突然发对方的后铲，这种球要求比较平比较低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要过手和过腰，即有两次动作。偷发后场，在发球时注意到对方重心很靠前时，在发球击球的刹那用手腕向后将球发到底线，使对方措手不及，回球质量下降，为本方进攻创造机会。各自为政，这也是双打当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打法，也就是说经常出现在有两名单打型的选手组合起来的双打，比如像过去我跟韩一平的配法，我们俩基本上就采用的各自为政这种战术，自己管好自己的这一个区域，这样子对方也不容易打死你，一旦出现进攻的机会，及时的轮换位置争取主动。以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双打的配合及其战术的运用，那我们要求在双打的配合当中，两个人相互理解，及时的沟通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要相互埋怨，否则的话自己两个人都发生了争吵，怎么去对付对方呢？各自为阵，通常出现在单打也很出色的搭档中，以单打的技术各打各的，自己负责自己的半场。然而，这在当今的比赛中已不多见。超高刚性碳纤维结构加航空钛构架，结实轻巧，独特的把握结构，征战海内外，完美的品质保障，超越平凡，铸就辉煌，掌握威克多，掌握胜利，威克多渔网运动产品。我们介绍准备活动是为了让大家把全身各部位的关节、韧带、肌肉活动开，这样在训练和比赛中才能更好地发挥水平，减少受伤的几率。羽毛球是一项全身各个部位都需要运动的项目，充分的准备活动是必不可少的。
下面介绍一些羽毛球的辅助练习。这些练习不一定要在场地上练，也可以在家里或室外练，其中包括跳绳、单摇、单腿跳、单摇鞭花、双摇、双摇鞭花，这些练习可以增强腿部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。俯卧撑可以练习手臂的力量。仰卧起坐和两头起，主要是练腰、腹肌和背肌。在家中也可用瓶子装满水或沙子练腕力。用网球拍、挥拍练习腕力和臂力。腿部力量的练习可以用一些专项步伐，如转髋练习、高抬腿、跨步、小密步、
向上跳，压步走，蛙跳，往返跑，侧交叉步，侧并步，向前双腿跳，向侧双腿跳，这些练习可以提高协调性、灵活性，使下肢力量得到加强。羽毛球教学篇的所有内容都给大家介绍完了，希望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，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。其实重要的在于参与，在于运动。谢谢大家。